我来看一下 Sandy 哈，这个 X 它可以放出阿法粒子跟不少的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是核变化，核变化反应前、反应后，质子数不变，质量数不变。我们可以从质子数不变看得出来，反应前有92个，阿法这边有2个，所以这边是90，我就可以知道了。反应前这里是238。这里是 4， 再加上这里，我就可以知道234。所以你有这个观念，这一题同学，我们可以很快的知道 X 它可以放出 Alpha 跟 Z， 而这个 Z 它是90和234。理化早知道，成绩一定。